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批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位于小拇指下方的掌丘便是水星丘，这一部位所代表的就是个人在工作以及财富收入方面具有的能力。如果水星丘有着明显的隆起且肤色红润的话，便意味着其人有着较高的智商和出色的商业头脑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。这类人身边是最不缺少金钱的，他们不仅能力出众，而且也很容易遇到良机，再加上他们擅长交际，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加快自己的事业发展速度，天生贵人运旺盛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